哦，北京国际表扬大会，马来西亚十大杰出演艺大奖耶，恭喜！谢谢，其实这都要谢谢我妈妈。哦，当然谢谢你妈妈把你教得这么好了。不是啦，是她在新年时千交代万交代我，饭在嘴里不能吃太久。啊？吃饭跟得奖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啦，饭在嘴里吃太久，饭不就会碎了吗？这样就饭太碎了。就因为这样，今年我没饭太碎，那我们就奖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妈妈一定是你的偶像吗？我的偶像？不对不对，我的偶像是四大天王。看你小小年纪，四大天王你都认识啊？当然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直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我们猜猜还有最后一位天王是谁呀？一二三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日日年年到永远。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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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我愿意丝丝点点深深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。总是这么难。